色香味俱全的牛肉粉丝汤制作完成，简单又实惠。接下来我们盛出装盆，我们在外边啊喝一份牛肉粉丝汤，动辄二三十，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做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肉特别多，也非常的实惠，吃着也是真材实料。好，加入少许的清汤，盛好之后，把我们碾碎的花生碎放在上面一点，葱姜香菜和蒜苗撒进去，再放两个枸杞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家里边做的牛肉粉丝汤是不是特别的划算，特别的实惠？大家光看一下这个牛肉多不多，这样吃非常的过瘾。天冷了来一碗，暖心又暖胃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学会了，赶快给家里人试试吧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各位好朋友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